天是我月儿的生日，丈母娘。咱们给月儿唱个歌好不好 ？OK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。薛大竹，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女星大 S 前夫汪小菲一个月间两度扑台，日前被拍到现身在台北东区面馆后，如今他此次来台目的也曝光，原来是要帮九岁爱女庆生。从汪小菲上传的影片中，可见 S 妈也在场同乐。而汪小菲虽然甜喊对方丈母娘，却不见前妻大 S 的身影。昨23日是汪小菲女儿的9岁生日，她昨天在微博分享庆生趴的现场影片，并感性说：“家人永远是家人，月儿的生日，爸爸绝对不会缺席。”而身为女儿控的汪小菲，除了在餐厅的包厢内帮女儿办盛大庆生趴，还不断吆喝朋友们大声唱生日快乐歌。而她在用手机拍摄的同时，也不忘叮咛穿着桃红色小公主装的女儿吹蜡烛，并询问爱女开不开心。影片中汪小菲虽没有拍到女儿的脸，但一旁拍到的小男孩应该就是她6岁儿子。虽然大 S 并没有到场，但三代同堂的画面仍弥补了久违的天伦之乐。开不开心？ OK， 好，我后天就回北京了，今天特别开心，给我女儿过生日。